内外在的刺激因子对皮肤不要造成杀伤力。现在这个时期不就是要增强自己的防御力吗？你知道皮肤也需要它的防御力。露得清的焕活紧致 A 醇机能乳霜，这个呢，焕活紧致的 A 醇机能乳霜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的原因是名字很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不用担心，你们就叫它 A B 霜。OK， A B 霜，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名叫 A B 霜。A 什么呢？对啊，是 A 醇。A 醇是干嘛的？它就是增强你皮肤防御力、抵抗力非常重要的成分。那 A 醇呢，其实是维生素 A 的一个衍生物，它比 A 酸更不刺激。那它可以帮皮肤做什么？它可以深入肌底，做一个非常好的修护。比如说，它可以缓慢地帮你做角质的代谢。那比如说你有一些微伤害呢，它利用你每天擦拭的同时呢，帮你做修护。好 ，B 在哪里？维生素 B 有没有？原 B 饭哦。原 B 饭是这几年呢非常红的一个修护性的成分，然后润度也很高，又具有舒缓的效果。所以呢 ，A 跟 B 加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帮我们皮肤呢先建立一个还不错的防护网。所以我就说呢，它的核心成分有 A 又有 B 嘛，所以我们就叫它 AB 霜，这样比较好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真的超好记的。我把它定义在防御型的抗老化产品。OK， 它非常适合所有肤质，我看男女生都适合，因为你要不要看它的质地，它有点像凝乳，可是它的延展力又非常棒。然后我跟它最棒的一点是呢，没有香料，没有酒精，还没有油脂。真的，就是呢，它虽然有 A 醇，再加上维生素原 B 饭这两个成分之外，它还加了一个维生素 E， 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效果。所以呢，你就算是早上用、白天用啊，或者是晚上用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